很多人问我说：“阿贵教授啊，学习要学什么？学会求知，学会做事，学会合作，学会生存。”那各位，当你有学习力的时候，你做了有能力、有毅力，它就有动力。所以永远记住，在未来竞争的环境当中，学习力就是我们的竞争力。那各位，假如你不爱学习，很快就会被淘汰的。我们常常说，昨天的优势将会被明日的趋势所取代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自我改变叫重生，被人改变叫淘汰。不愿接受教育，必然遭遇到教训。所以，下一个淘汰人是谁？就是不爱学习人。那各位，我们可以没有学历，但不能没有能力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执行力？因为我们没有执行的能力。当你没有执行力，一切都是空谈。